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咁所以冇得比嘅，即系正冇得比。我哋个无论心态嗰啲咧，根本由4794开始已经系预备完啦。即系关于而家呢个局势呢、這个心态，因为我哋讲紧系个心态。因为你要记住，佢哋已经冇嗰个心系可以喺呢个时代当中再种出任何个字。因为你嘅唔单止三心两意，简直佢哋嘅心充满恐惧啊，系咪？即系好似启示录所讲嘅，人嘅心啊 fail 佢哋啊嘛。但系我哋咧，我哋反而喺呢个时候充满信心啊，系嘛？我哋净充满信心，一来就系神带领啦，第二我哋有真知识啊嘛，我哋真系对医学经济，我哋对于政治，对于未来。对于背后掌管嘅 Finisher 咧，有真知识，知道而家发生紧啲乜嘢。譬如好似关于医疗嗰度，我哋真正知道系 work 噶嘛，我哋所识嘅嘢。而佢哋好似真系好似已经唔单止系瞎眼，会俾魔鬼带领咁样嘅，完全将个答案咧抛诸脑后咁样。死咁多人都仲未知个答案系乜嘢嘅，系咪？同埋我哋亲眼睇佢哋用最蠢嘅方法处理呢啲事嘅，啊，走去话用5000蚊买个氧气樽。你问得几多人啊？系咪？你不如买个海尔嘅氧吧，唔使5000蚊啦，5000蚊我卖俾你，5000蚊嘛，我卖俾你，系咪？啲800蚊就买到一个，你崩成细咯，已经系咪？你几百人 non stop， 你闻住都得啦，使乜咁啊？咁样系咪？就系、是、佢连呢啲咁嘅常识，我哋亲眼睇见呢个世界就系蠢到个，系成个国家，系全个国家系有问题，只系一个咁简单嘅事。但你花少少钱就可以买，系咪？人哋有间工厂仲系可以，你知唔知可以代表咩啊？可以就系话你哋嘅量要几多，佢好短时间去追上去，因为佢根本系大把厂去转 portalize 就可以做到俾你嘅，24小时起码 double、triple 咁样俾到啲货嚟，但系连啲咁少嘅常识都冇，系咪？佢讲明啊，而家缺氧就系、是、缺氧气，但系当然啦，嗰、那个系缺咗氧气俾佢吸收啫，但同样亦系臭氧可以杀到嗰啲肺炎菌。所以好可惜，因为我哋知道肺炎其实系嚟自身体 overreact 对嗰啲细菌啊嘛 ，overreact 啊。但如果你都冇细菌啊，点会 overreact 啫？佢唔会再 overreact， 系咪啊？即系连一粒细菌都死埋咯，系咪？而如我所讲，肺嚟讲咧，对于空气咧系最容易入去噶嘛，系咪？而并且佢如果对于表面积嚟计咧，其实肺都系代表表面嘅，系咪？因为对于空气啊，你皮肤当然系表面啦。接触空气嘛，因为系咪？但你个肺啊，你个鼻腔啊，你嘅气管啊，全部都属于喺电荷嚟讲咧，系属于表面嘅。咁所以其实负离子好难入到个肺度嘅，但系臭氧就一定得啊，一定可以入到个肺嗰度，因为个氧气系个肺吸收一个最主要嘅功能嚟嘅吓。咁所以你睇咯，我哋而家唔系话单单一件事，出边嗰啲人，我哋讲两篇信息，佢哋会预备好个心态。唔使諗，因為其實諗翻成個石安係經歷過啲乜嘢，係由雙嘅水事件咧，神已經喺全面心態上預備我哋，所以唔好輕看你嘅心，因為聖經講一生嘅果效既然由心發出咧，依、这個時候呢、这個時代咧，只有我哋教會先可以用到一個 fully 嘅信心咧，去相信咧神俾我哋應許繼續應驗，我哋繼續成為呢個新婦，我哋繼續能夠喺呢個時代當中成為萬民流歸嘅呢個石安，我哋一定做到啊！而家你就明白神已经要咁预备我哋，因为其他人边有可能咁嘅信心相信呢、这个应许嘅应验喺身上？记住每一个应许你要用信心去回应啊！但全世界绝对冇一间教会有呢个信心嘅回应，绝对冇，净系关于医疗佢已经冇啊！佢已经惊死到震啦，已经每一日都唔知道咧边个惹到佢啦，去到边度唔知边个去过啦，系咪呢样嘢唔知边个摸过啦？每一日都喺呢度度过，佢点可能个心里面又再有果效出嚟啫？系咪？佢就系呢一点都唔得。但系我哋嚟讲咧，你会睇到系我哋神系直情每一部分都俾我哋知道。最重要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去到今日嚟讲，越嚟越俾我哋知道，神每一日都同我哋一齐，吓每一日都同我哋讲紧说话，每一日都带领紧我哋。而弟兄姊妹更加安心啦，系咪？因为发觉石安所分享嘅信息。就已经是100%是证明是来自神的，是已经是100%，即是你不能够啊再有任何要求啊，要更多证据，因为太多多到呢我们数不完，
譬如好似就而家我回答呢个问题嘅时候，只有一个回顾咋。你发现根本我哋由双水到而家，简直呢种嘅带领根本就係 for 呢个 end game 嘅。係咪？当然我哋用呢个 end game 呢个字就係我哋影嘅熟悉嘅第一篇啦。係咪？咁但係估唔到神真係最尾用呢一个完全可以话即係非常之全面印证到我哋嘅呢个 Marvel 呢几十部嘅印证。咁所以如果而家回顾返啦，係咪？因为你哋一定冇咁深刻，因为我第一个感受㗎嘛。即当时嘅感觉，即嗰种嘅叫做咩敬畏囉，即我喺船上睇到呢个 number， 即觉得哇好有型囉。因为对出面嚟讲一定唔会觉得有型。但我自己你知我几难觉得啲嘢有型㗎啦，呢个世界嗰啲嘢都不值一顾。但你一睇返呢，我自己当时只一组 number 咋嘛。但我觉得哇，即几时睇都觉得即打烂阵嗰种感觉，嗰种嘅印证。但而家知道神点解真係要用到呢个 number。同埋喺呢套戏嘅 end game 度，同埋用咁嘅形态，因为原来真系原来系息息相关到咧，你要真系用整个故事去套入去咧，你发觉系好可怕。当然嗰边有一个群组嘅大导演，但系等于二零二信息，我常常都用导演咧去讲二零二信息噶嘛。但系咧唔单止个时势系真系个大导演去通过，原来我哋分享嘅信息咧每一篇。每一个题目它的先后次序每篇讲几场都有个大导演为石安安排了。所以最重要就是很明显神做这么多东西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心。是为了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想出到在这个时代出到辛苦的果效，去种得出属于辛苦的能力和奇迹，我们一定都是由我们的心所出来的。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神真的有四七九四，即是双水事件开始一路呢为我们的心作出调整同埋作出预备。在信息上证据上面都作出各样预备。你要记住我们的一日都没有偏差，还牵涉到呢每一篇信息里面时不时夹杂好多的应验篇。有时候应验篇讲半个钟九个字。有时候个礼拜都搞出半个钟九个字在这里。那导致我们信息不会褪。但是招魂神的一日都冇偏差咧，系已经预埋应验篇噶啦，系咪啊？喺我哋嘅信息当中，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秋星晚空猎狼，正细述复阳月王，天或会为我换就孤港，飞风喷色问远航，历世里全梦吹飞过失藏，时光如霜。观远天看星河，卓辉荣耀散播，主引天众星受唱和，神知透视天创山河，以令方大显作，神创世自远代太初，论功过气去渺明曾想，我放声高歌，不管是世失去什么，遭颠簸，信靠着父神答光，确切内心天信得救助，连月抵我，我心稳妥。圣神应许，怎忍伤？